他看我进柜子，他就直接不追嘞。朝柜子挥刀，不是有就有机会挥到吗？因为我很晚才进，很晚才出。等等，不要出来，我怕等一下不出来会那个欸。他等一下开我柜子怎么办？谁提不收主意啦？你想跟我抢装？不可能，我是带大跑的人呢。这就是抢装的下场吗？拜托，哪个谁顶一下？我想捡装备啊，哥！好啊，好啊，这你别来追我啦，拜托你，求求了，追别人啊！我死了。对对对，楼上有人在修机，去扁他。他突然飞过来，吓到我。烂哦，数字太低的那个宝箱开出来会变成道具耶。那个道具不知道要不要拿出来，如果不拿出来，不知道会不会它就不重置。我没人救他耶。哎，这个箱子又关起来了，又可以开了。这样不错。哦，开不完的箱子，好棒哦！有了，我终于开到了。耶、yeah! ！这个不知道是干嘛的，不知道这个是干嘛？这个应该是进去柜子里，然后会隐形，然后移动速度加12秒，对不对？他是大翻进柜子，还是要进柜子然后赶快出来？是哪一个？哦，是我要自己出来才有用哦。OK。哦，隐形12秒移动速度加成。这又是什么鬼技能啦、啊、而且扭曲好像没用欸，因为我的扭曲没有减欸。这是荷鲁斯之眼，上帝的眼睛，神的眼睛才对。哎、欸，又有宝箱了，我看能不能再开一个那个手出来。
有人死了，代表又有装备的箱子可以翻了。我要再去找了。哎，前面有一个，先去开箱子。哎，两件装备如果都有的话，不是猛到爆炸吗？因为你进的柜子会传送走，传送出来会隐形，啊鬼怎么找？没有，两个都能装，两个都能装。现在要两条血，我以为会一次触发两个效果，只要花一条血。完了，没找到柜子，糟了！快跑！这个移动速度加好多哦，12秒，真的加好多，12秒的移动速度加成，然后没有血迹，没有，应该是也没有足迹，然后连哀嚎声都没有。他在那个灵魂状态下是连哀嚎声都没有。他看我进柜子，他就直接不追嘞、欸，他直接不爽追哎、欸。对啊，其实朝柜子挥刀不是就有机会挥到吗？因为我很晚才进，很晚才出，等等不要出来，我怕等一下不出来会那个哎、欸，他等一下开我柜子怎么办？他是不是以为我的是传送啊？他以为我的那个装备是传送的装备。哎、欸，又有箱子可以开了！啊，完了！我要不要试一次？我进去，然后不要出来。哎呦，谁提的馊主意啦？整把就被抓这么一次，拜托救我下来，求求你了，艾伦维克，空啊，求求你了。要你让我补个血，哇塞，这鬼带风窗哎、欸！完了，我没有满血可以用，他好像要把我追死哎、欸，不给我补了。这里要没绑我好像死了，没办法，继续跑也会死，因为那边没绑。他牙起来了，哎呦，就那个不出柜把自己害死哎、欸，好惨哦、啊！爸爸发飙啦！
我不相信他会来查这里，他真的来查我就认了。哦，复活了，这样等一下是不是可以把扭曲拔掉了？扭曲看起来没什么用。他又跟在我后面，你是认真？这次我可是有技能的哟。我看你是没有想清楚哦。哎，啊，这里的柜子嘞？这里怎么没柜子？好恐怖哦！那个挥下去，我到底会不会死啊？很痛苦，很痛苦。哎，他看到我啦，有气场啊，完蛋啦！我死啦，有风车啊！扭曲不能挡那个气场，哎，太亏了吧！完了，所以鬼的那个气场不能挡哎，如果是用神器的话，人有五名，代价有三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台湾人哎、欸。